杨紫作为当红的小花旦，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亲和力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近日她主演的新剧《要九九爱》即将在本周空降播出，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切期待。《要九九爱》是一部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爱情剧，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追求梦想和爱情的道路上经历挫折、成长和收获的故事。杨紫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勇敢、坚韧、充满正能量的女孩，与男主角一起，他们经历了种种考验，最终收获了美满的爱情。这部剧是杨紫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之后的又一力作，也是她进一步巩固其在现代剧领域的地位的尝试。杨紫在剧中的表现充满了活力和激情，她的演技一如既往的细腻而富有层次感，让人对她饰演的角色充满了共鸣和期待。《要九九爱》的空降播出让粉丝们感到十分惊喜，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，表达对这部剧的期待和对杨紫的支持。粉丝们表示，杨紫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一看，她的演技和魅力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对于杨紫来说，这部剧的播出也是她对自己演技的一次挑战和证明，她希望通过这部剧能够让观众看到她的更多可能性，也让自己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。总的来说，《要九九爱》的空降播出无疑会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，杨紫的演技加上精彩的剧情让人期待不已。我们期待这部剧能够取得好的收视成绩，也期待杨紫能够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。